Yeah, I miss baseball a lot, but everything is finished. But I still work in baseball and not go far away. 久了没有，也没有在那个地方讲过，哎呀，讲英文，所以还是真的蛮特别的啦。幸好有一些还可以回答这样子，就是简单的回答我还可以这样子。我觉得还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的，因为。不同的是，你是面对一些国外的球迷或者朋友喜欢看棒球，然后去讲一些叙述一些事情，这样。我觉得两个事情都是同样的紧张吧，因为你比赛的感觉是现场，所以这是两个不一样，但是都还算不是那么容易。中文的是应该是 OK 的，但是英文的比较困难，因为那个。毕竟还是要英文的专业能力比较好的，因为英文能力没有办法去说是做全场英文，只讲英文的。